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卓威教练，欢迎回到招楼实验室。今天我就来实测一下，我已经怀疑多年的一项事情，就是到底在上坡路段的时候，跑步比较快，还是可以脚踏车比较快呢？因为在以前训练的时候啊，我们常常在跑斜坡的时候，都遇到很多骑脚踏车的这些车友，但常常就会越骑越慢，然后我跑步竟然可以追过他，所以这件事情在我心中怀疑多年。今天我将实测一下，我现在身处于明德乐园旁边，就是至善路。那我们待会来实测一下，到底在这两三百公尺的路程当中，到底是跑步比较快，还是脚踏车比较快呢？那我们就开始实测吧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准备跑我们第一趟，起点就是这个斑马线，大约两百公尺，爬升二十度的距离，准备，三、二、一 ，Go。好累，好快，刚的讲不出话，刚的上坡大概360公尺，我跑了1分19秒，1分19秒的均速是3分41。我们休息20分钟，等一下换脚踏车再来一趟。我们现在开始准备第二段的测验啦。接下来我会用脚踏车的方式，然后踩到攻顶的地方。全长大约是刚刚跑一趟360公尺的距离，实测一下，到底脚踏车可不可以跑得比车快？走吧，三、二、一 ，Go。哦，大腿快抽筋，距离一样是360公尺，所以距离是准的。然后我的时速刚来到均速19.2，总时间看一下，1分08秒。我刚上一趟跑的是1分19，所以总结下来。其实脚踏车可以比跑步快啊，所以可能是他们在跑脚踏车的时候，他们在骑脚踏车的时候非常保守的踩得比较轻松，
但如果坡度再陡一点，我相信跑步应该会比车快。以上就是今天招手实验室的第三集，实验结果就是脚踏车在上坡的时候其实可以比车快。好了，下一集见，拜拜。还吃哦，还拍，快吐了啦！啊，不要不要，我先去大便一下。